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完美演繹咧就稍為慢啲啊。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埋邊陽光寶貝啊，中間幸運星球，外邊淺藍帽咧就第四位黃帽咧，咁啊仲有你知我得啦。內欄第五嘅馬仲有耀寶區啊，第六位粉紅眼罩嗰匹咧就係瑰麗人生。後邊三隻智勝攻略完美演繹啊，大墮後嘅馬咧係三生福佑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幸運星球一路鬆住佢，咁啊擠嚟咗兩個身位入嚟啊，陽光寶貝內欄第二啊，電子宇宙中檔第三。等入面嘅話，仲有耀寶區外面追，你知我得啊！最出就瑰麗人生嚟噶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見到外面位置，你知我得上咗嚟啊！大外檔就係瑰麗人生啊！咁啊，再喺入面攝上嚟嘅馬，仲見到馬匹有智勝攻略同埋耀寶區接近終點，外面追上嚟贏啊！瑰麗人生啊，你知我得第二，智勝攻略跑第三，第四名係耀寶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轉彎揈出去中外檔嗰啲馬咧，呢一組咧又唔同，又有得追喎。瑰麗人生外邊冚曬啦，你知我得第二，智勝攻略第三，第四名係耀寶區。結果真係三班落到嚟四班，瑰麗人生氣威三唔起馬啊！今晚啊～